夏天吃西瓜可以消暑解热，彰化福兴乡公所每年均举办西瓜节推广活动，有西瓜评鉴、西瓜挑种与大胃王等趣味竞赛。25日邀请各地民众免费吃西瓜，帮忙瓜农促销。今年的西瓜节活动除了西瓜评鉴，还有农特产品风味餐品尝及趣味竞赛，不少民众抱着大西瓜赛跑，一不小心摔了个人仰马翻，西瓜碎裂一地，现场妙趣横生，笑声不断。我不想要跌倒，所以破掉了，好好吃哦。好玩吗？好好玩。等了很久吗？有啊。差不多两个礼拜。对，啊，跟那个陆上群都两个礼拜，多关心的。两刀对中，兵刀对中，啊，两手划手啊，啊，右啊按，啊，走来走走稳，一步一步走稳，莫想紧哦，想慢，按这么发抖，哦，哎，啊你，呀，袂啊，袂啊，袂啊，赞。福兴乡紧邻旧浊水溪畔，拥有肥沃的沙质土壤，适合西瓜生长。所生产的西瓜水分足，口感沙软而闻名。近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重要的西瓜产地，每年产量约6000公斤。公益频道张华允，福兴采访报道。